其实它是一个我用这个穿戴装置来做测量，大概两个小时，它就可以消耗掉将近8-900大卡。
手滑的小文你滑蛋在这里划船非常棒，现在画面正中央的是本教总护划，姿势非常的优雅哦。这里是旧东河桥的桥下，外面是太平洋的出海口，太平洋，
Thank you.
透明的，可以看到水底下的鱼，蛮漂亮的。妈咪，这里是哪里？这是垦丁后壁湖的小巴厘岛。外面呢浪大，但里面非常平静哈，因为它是一个海湾啊，小溪湖啊，所以里面呢波浪不兴，而且那个水面底下非常的清澈，在这里浮潜啊，或者是做水上活动，应该是很安全的，即冬天来都还是非常的清澈，但是它的附近有点小。带出来了，超好玩，都不用忙。
线吗？有啊。一滑就到尽头，但是反正是这样，按照黄敏放的
哈哈。